张晋、郑嘉颖、周秀娜等一众演员呢日出席电影《叶问外传》张天赐首映礼。嘉颖呢次拍完袁和平导演嘅戏，有冇觉得自己劲咗啊？唔觉，只不过系有个新开始咁解啫。你觉得拍动作戏难咗啊？难。如果你系要求到咁高嘅话，系非常难。继甄子丹嘅宇宙最强之后，呢次嘅叶问外传，有人就比喻张晋系地上最强。地上最劲，我从来都冇谂过。我系我屋企都唔系最劲。我觉得我唔需要，因为我真系从来都冇谂过。咁如果观众中意呢套电影，我已经好满足啦。张晋前排话 Ada 普通话讲得唔好，听讲有人命不久矣嘞噃。翻去又俾佢打添啊！我都唔明。嗱，而家听我讲广东话其实 OK 嘅，但我如果讲错一个字，佢可以笑我三年。但我又唔明佢讲国语成日讲错，我都唔笑得佢啊。所以咧，我喺屋企咧系冇平等噶。咁唔系净系你屋企，系你屋企边度都冇嘅。有啲深有体会啊，有同感咯。即系呢个世界上始终都系一物治一物嘅。